Jason 的课。然后刚好因为老师要比较悲伤一点，所以叫把它写进来。悲伤的。如果做投影片啊，那个投影片有那个爆炸样子，所以我们叫这组叫做“奇梦大爆炸”，大爆炸。然后就为大家带来应数之课。先试一下，对，跟他讲，就是因为这是奇梦大爆炸啊。我们根本没有合过现在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。寂寞欧巴。